材料清单：洋葱一头，鸡蛋两个，油盐适量，生抽少许，洋葱切丝，鸡蛋打散不粘锅烧热，加入少许油中小火，加入蛋液片刻至鸡蛋部，分凝固部分液态时，轻轻推动鸡蛋让蛋液流动，快要全部凝固时化散鸡蛋盛入蛋用。锅留底油，加入洋葱煸炒至洋葱变软，加少许盐少量水翻炒片刻，加入鸡蛋化散炒匀，加入少许生抽扫味翻炒均匀，收汁起锅。小贴士：鸡蛋要中小火嫩炒成猪后再炒洋葱，最后加生抽提鲜。